我的同事帮你注册好了，然后现在就可以听了。如果你今天有时间的话，现在还有1分钟，7点钟就开始了。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讲解，各位同学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各位同学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好的，那我们看到，都是清楚的啊，包括乌鲁木齐的同学也都清楚的，还有成都的崔同学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形的样子和走势啊。那今天在运行的时候，美元突然走出了一些强势啊，那美元对日币跑到了113的上方，美元走出一些非常强的一些强势，那欧元等等的这些货币呢，就是受到这些影响，遇阻下行啊，开始走出了一些变盘行情。与之相对应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最近注意到，新兴市场当中的货币也同样走强了。所以这是中间今天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说的新兴市场的货币，比如说巴特在最近走出，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兰特了可以说大幅下挫啊，呈现出一个从13.9变到了13.3的一个状态啊，从前期的高点的位置上破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目前这个状况下，目前状况下，当我们看到像兰特这种货币在反弹到一些高点的时候，实际上是还会有一些交易当中做空的交易机会的，还会再次出现交易当中做空的机会的。那英镑包括欧元、英镑这些货币的都是走的相对来说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弱啊，呈现出大幅下挫的一个走势，英镑和欧元。那我们注意到目前的已经呈现出将要破位的，已经在破位的位置上了，已经重新走到了最近相当长时间一段时间的低点上。所以镑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货币啊，镑现在显然将会重新测试我们的1.3的这个关卡价位。当然，我觉得连续2天的大幅下跌，触碰到1.3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可能英镑会在中间的去走出一些反弹，或者说一些反弹的行情，不会在这边。我想大约可能不太会在这里去停留特别长的时间啊，可能会走出一些反弹行情啊。这是最近2天的这个格局。那昨天我们去说到。昨天我们去说到，在交易当中有一个就是延展位啊，经常所说的延展位，下跌行情当中走到1.27，走出一些走出一些反弹或者反转的这个反弹或者反转的这样的一些图形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啊。好，这是今天市场当中整体的走势啊。美元比较强，
当然，我当然说美元是确实强吗？反映在黄金上是比较清楚的。黄金在我们的整体上面的时候，从最高的位置开始一路下行，走到了现在的1200，1200的这个20这些关键的位置啊。我们在之前就说过了，它有可能走到1220，走出和去年相互对称，黄金在1220和1200之间，然后上方是1300的这个行情。去年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啊，当时去年的这个时间点上的时候，也是在中国深圳啊，在这个几个地方去做这个交易的喊单的时候，也非常漂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了。我想在今年的时候，如果黄金出现点刺到1190左右的位置的时候，一定连老师会给出大家的指令，这个地方就是适合去做多的位置啊。你可能觉得说哦，中间变化可能是，你可能觉得它这个比较逆势，但是它的那个交易的思路就每年就会抓这么几波行情，所以这个行情来的时候大家要跟上啊。我觉得逐渐会到了他所说的，特别是黄金啊，所以晚间这几天的时候注意一下晚间黄金的这个走势的状况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来一起看一下今天内容。7月18号，寇水挺给大家带来的第1243期的讲解，我的大学由入门到精通的这个内容啊，那。寇水挺金融教育学院为投资者提供投行级别专业教育策略指引的金融服务机构啊，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指引啊，每天3个小时啊，我是郭凯 Ken 郭，寇水挺金融教育学院的院长和创始人。好，那在哦，这是鼠浪啊，鼠浪也是。我们来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讲解的内容啊，来一部分理论，一部分实践啊。昨天跟大家，斐波那契啊，昨天跟大家讲解了斐波那契的拓展线，折返线。那这是我们昨天去谈及的斐波那契的折返线。除此之外呢，还有斐波那契的折返线啊，就是它去延伸出去的一种线型啊，延伸出去线型。那这种延伸出去的线型，上涨回调再上涨，就这个结构，这个 N 型结构的上涨，往往会走到1.618、2.618的这个位置啊，延展位的2.618。特别是如果它回调到61.8的时候，它只会涨到2.618的位置啊，这是它的获利满足位。就是如果一波行情上涨回调618。那它下一步的目标位置就会是它的1.618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假设来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黄金的这个图形，这个走的非常的理想啊，黄金可以走得非常的理想。我们现在的黄金持仓还有0.2啊，还有0.2，顶部的黄金没有。黄金现在还有0.2，就1298的这个位置啊，下破。那目前来看，黄金已经下破下去。怎么去看这个斐波那契的这个图形呢？注意啊，它的每一波的行情都是就是一个从一个单纯的行情开始运行开始的。比如说这个图形去画的时候，这是一组行情。这是一组行情，或者连续下来的是，这是一组行情，就是一组是下跌，一组是回调啊，两个行情。那去拉斐波那契的时候，这样啊，从下方开始往上啊，拉到它的顶端，拉到顶端的时候，这样就会啊，当你去把它拉到顶端，就拉出这个行情，拉到顶端的时候，你就会找到这个2.0、2.618的位置，就往下走。行情经常会往下去运行到它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波行情破位之后走到二，表示说它走了一个两边等齐啊，走一个两端等齐的一个高度，也就是说什么两端等齐，就是在这里啊，这两个
线形的高度是一致的啊，这两个线形的高度就是一致的，这两个线形的高度是一致的，就是它走到2.0的位置，那么也有可能会走到2.618的位置，就是它的拓展位，就行情会走到它的拓展位。那这个图形就是这种研究的方法是用来去测算它的获利满足位的啊，用来去测算它的获利满足位，这在日内交易上也是有效果的。比如说啊，我们来这边。啊，日内M 模板日内交易啊，M 模板当中，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到一波行情啊，看到一波行情，比如说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周三二一啊，这是周一的一波下跌行情，就是这一组下跌行情。那这组下跌行情走出来之后，将来如果确定这个行情仍然是下跌的这个结构的话，怎么去找它的下跌位置呢？我们会找到它的在这个的2.618的位置啊，找到它的2.618的位置，2.0、2.618的位置将会是这组行情的获利满足的位置。那将来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将来位置在这儿就是折返回去。特别是如果这个线形能够有效的回调到0.618的话，下跌回调到0.618。那么价格0.618对应的是，如果往上走的回调往下是零点零是，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就是如果这个行情往上走，回到618，然后它往上走走到2.618，反过来它往下走反弹到哪里了？反弹到0.382，然后往下走走到618的位置，这是它的一个行情当中的一个节奏啊，这是行情当中的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节奏，所以大家在去交易的时候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图形，有些投资人就我不想去学交易系统，我就用这个斐波那契去做啊，也可以啊，这也是一种经常我们会使用到的交易的方法和手段了，就是斐波那契的延展的位置啊，那么。这是计算 C 点和 D 点，C 点去 AB 乘以0.382，就是 C 点它的位置等于 B 点的位置减去 A 减 B 的位置，然后再去乘以0.382，就得到了一个 C 啊，这是那这组公式后边的这些这组公式呢非常多的会运用在蝴蝶理论当中啊，去判断 X A B C D 啊，我们昨天也有好多同学说，我们喜欢，同学的你们的图形能不能跟上我的节奏？你们的图形能不能跟上我的节奏？啊，可以啊。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斐波那契啊，这就是标准的 AB 等于 CD 了啊，中间 AB、CD 两段啊，AB 等于 CD 是交易当中最简单的一种啊，来看一下，找一个案例吧。啊，标准的 N 型结构啊，上涨回调标准的 N 型结构，来给大家看一个以前的案例啊。欧元的上涨止盈位啊，大阳线，好，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图啊，这真是可以当教科书式图。上涨啊，走到这儿未能有效回调，形成支撑啊，再上涨，这是有效回调，注意这是有效回调啊，所以说回调的有效性就是有些回调是比较有效的。那在中间就在这个结构当中。我想来去看这个图形。第一个，涨势确认存在啊，大型阳线确认一波上涨，大阳线确认一波上涨，再走过来这里啊，又一根大阳线确认它的涨势啊，确认它的涨势。那当行情回调的时候，它最标准的回调位置会回调到382、618的这个位置，这是最标准的回调位置。
那欧元呢会回调到五十的位置是最标准的回调。那包括我们说，这些最标准的回调会回调到50%的这个位置，回调到618的这种是充分回调且有些过量，还有未能有效回调。在交易当中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这三种类型的回调结构啊，有些回调是未能有效回调，有些是充分的过量的回调，有些是标准的回调啊，甚至有时候还会就是点刺之后再重新开始上涨的这种结构也都有，就是二 B 假突破，然后再去运行开来这种结构也都有，所以在这些时候的时候，大家要分别去分门别类的去应对它啊，分门别类的去应对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啊这个回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的就是这种斐波那契的回调，这是在交易当中特别常见的一种图形。好，来依次来看一下各个分享货币啊，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分享货币。今天我们认为，欧元震荡下行啊，日内使用就是慰问系统去做单啊，原油继续高空，美瑞还继续做单。这是我们看到的单啊，来一起来看一下各个货币对啊。欧元在今天的时候几乎就是走势的，几乎一波朝下，单纯的非常单纯的一个下行的走势啊。今天几个货币的走势可以说是冲上去以后非常的这个弱啊，一波就下来，直接形成了一个反转行情。那我觉得现在可能会走出一些反弹行情啊，局部可能会走反弹。目前的状况。欧元点到了低点，就是1.6的这个位置，这也是大关卡，1.6也是大关卡。局部在这儿的时候，我想，局部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局部上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会停滞一下，就是晚间走到这个位置，走不出太远啊。来看一下，Z 模板当中的这个。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中间的一个显著的关卡，第一次碰到这儿，知主互换的位置。晚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走出一些反弹行情啊，晚间可能会走出一些反弹行，当然这个图形我们说了这个。欧元在之前走出了一个下跌反弹啊，反弹到618啊，注意这个数字618的这个数字，把它变得大一些啊，反弹到618，再走到841的这个位置，走了两波，走到841的位置，下跌走618，走到841。然后这里走出一个它俩之间的关系了，又是1.414的关系，所以中间啊，喜欢使用这个蝴蝶啊，就是它还有它的效果的，下跌，然后在这儿走出一个上涨下跌，这是一个蟹形啊，螃蟹的蟹。我想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喜欢用蝴蝶理论的这些同学，要知道。蝴蝶它在中间的时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种蝴蝶的状况，还有螃蟹型的一种状况啊。蝴蝶理论，所以它中间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螃蟹型的这个。一个状况啊，或者还有一种蝙蝠型的一种状况啊，也都是有的啊，就是都是蝴蝶当中那些常见的这个图形啊，都是蝴蝶当中常见的图形。
螃蟹型啊，螃蟹型会延展的远一些。螃蟹型会这个后边的一个臂会伸展的远一些啊，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去。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那现在我们看到最新上涨，出现一个1.0的这个位置，这个蝴蝶指标也是相当好用的一个指标。这儿出现一个1.0，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两个持平了，持平前边的一个低点下来，就是上去下来，一个，然后上去下来，这个关卡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够守住啊，可能还会再往下走一段时间，可能会测试前边的再前边的一个低点，再前边的一个低点就是1.5的这个，1.15的这个关卡的这个位置，基于目前的状况，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小反弹，然后再走1.15，真正的关卡价位是在1.15的这个位置上，真的，今天行情走的时候，欧元先。英镑是先到位的，英镑先走到了1.3的关卡价位，所以今天如果反弹的话，会英镑先反弹。英镑到目前为止，欧元还没有到位，我把这个三角形也插进来，把这个已经有了这个三角形的结构是这样的。这样一个三角形，然后，这是它的一个这个中间的一个状况啊，三角形中间的关键数字0.618、0.841啊、1.414的几个位置。那如果有同学就是喜欢做蝴蝶的话，最近一段时间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啊。贵士问到说这个可以空欧镑吗？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分析归分析啊，就是在这个图形当中，我个人认为就是，欧元，就是英镑可能会先反弹啊，可能先反弹。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图形当中，欧元对英镑似乎刚刚破位上去啊，似乎刚刚破位上去，但是它的这个破位也很有意思。破位走到了前期0.886的位置，上涨上涨上涨，走的去逼近，缓慢的去逼近它的高点。它这个走势啊，有点像是，不仅是 AB 等于 CD，而且还是中间由一个，这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日线级别上的走势啊，上涨回调到这个0.707，然后再上涨又走到了1.618的位置。那这些图形和前面的高点是0.786的时候，的确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按照这种反转的结构的话，确实是有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图形上所需要去扛的止损也是有一段路的，大约在这儿，截止到目前，大概还有50多点，还有50多点。那最近的这个距离啊，这个波幅，这50多点的波幅，就是中间可能产生。交易机会的这个位置啊，就那目前已经到趋势线上啊，目前这个行情已经到趋势线上了。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这个行情在这儿这个图形走到这儿的时候，的确是确实是可以去在这边去尝试的一些去做一个尝试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一个动作的啊，尝试去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但是这个行情有点挤，所以我觉得要做就是试单啊。最近一段时间做欧镑做的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所以也影响了去做欧镑的积极性啊。因为最近欧镑之前要震荡啊，你看我们之前做的震荡震荡震荡，然后点出一个高点，点到止损，哎，然后又震荡又震荡震荡到这儿。往下走的时候也点出低点，所以你大约要扛一个比较远的止损才好去做这个，才好去做一个这个的
才好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中间摆荡类的，这是摆荡类的这个指，摆荡类的这个行情啊，尝试尝试也可以啊。我觉得有些同学，我们好多同学应该在这个地方，去交易这个单，应该是没有心理压力，就喜欢做这个图形的这些同学，应该对于这个是应该，可能心理压力可能并不是大啊，就是在中间，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尝试尝试也可以啊。想做，其实我觉得这个单啊，如果好多同学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在中间去做就可以了啊，就在这儿去把它去做就可以了啊，也都还好了，也都还好了，尝试的去做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单也尝试的去做一下啊。牛二的啊，然后我们平常1.01这边小一点啊，直接上尝试啊。Testing 啊，那有同学说，Cam 老师，你尝试这个单，它对不对呢？其实也没什么啊，就是你知道你做什么大约就可以啊。90的地方是上面0.2英镑，大概会有这样的话100点啊，0.2英镑就三四百澳币的一个交易嘛，就是假设它成立的话，三四百澳币的一个值啊，所以我们来这边去来我们这些同学当中来做一个。问题吧，有多少同学愿意去做这个单？愿意这样去做尝试？就是假如说我们去做这样的试单的话，有多少同学愿意去做？没关系啊，这个就是体现风格的东西，就是在这儿是体现风格的东西。那天的时候，在飞机上，我有一个助手跟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他给我讲《三体》的故事啊，《三体》说是外星人给人类发了一个讯号，说不要回复，不要回复，不要回复啊。假如说你接到了外星人给你发来的这个讯号，或者说你在马路上看到一个神秘的东西啊，很神秘的东西，上面写的不要打开啊，或者说你接收到了外星的讯号，说不要回复，不要回复，不要回复。你会回复吗？你看到这个箱子，你会打开吗？或者说这个交易，你会做吗？这是体现人个性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一般说啊，其他我会做，英镑我放弃啊。Debrick 说我放弃啊。所以这是在各种交易当中体现啊。那管先生说试一下啊，奇女王肯定是试啊，认为说试一下。那其实中间也可以试一下啊。那我这样跟大家说，就是我个人经常会这样认为，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啊，其实是需要有些冒险性的啊。我当然我不是在指交易啊，我是说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些冒险性的，胆子稍微大一些，不会因为试什么东西会失去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经常问有谁会问问题，大家很可能很多人都不问问题，因为怕自己问的问题太傻了，在这些时候需要有问问题的这个能力啊。我们假设把它去做上来。
到达止损的时候，到达止损的时候会有大概几百澳币的一个亏损啊，所以这是中间啊，就你知道你做什么就没有关系啊，知道做什么就没有关系啊。好，我也把这张单子发到我们的群当中。其实有时候，那假设这个单真的跑起来的话，就会继续的去持仓啊，加码啊，就会把它的这些配套的东西去加上来啊，就是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所需要去做的啊，我把这个码发给大家，我把这个交易，那我写的 testing 啊，就是这个，当我们在刚才注册的时候写上了 testing，它并不表示说我们的这个单是个什么单，而是说做一个记录啊。前一段时间有人说我写的这个 testing 这个单呢是，我写的这个 testing 这个东西是 P 出来的啊，我们交易我们不去 P 交易出来啊，做交易就做交易，我们不去 P 交易出来啊。很多同学也是很神奇的一些的一个图形啊，所以刚才那种状态就是我们把我们脑海当中想要的这个交易的去做在图形当中去。英镑现在目前是在1.3的这个关卡价位上啊，英镑走到了1.3的关卡的价位，英镑目前还有一些单在手中啊，镑还有一些单在手中，我觉得这个镑的这个图形呢，再去平一些啊，把镑再去平一些镑的仓位啊，因为现在镑到了1.3的这个关卡价位了，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动这个镑了。镑下方还有一个0.41啊，再去平一个0.11出去啊。把镑的单再去减少一些。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两个单啊，一个就是，其实，在交易当中，好多也就涉及到仓位的调整了啊。我把这个讯号发给各位同学。把它发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去啊，把棒的这个单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做的棒的第二单啊，现在的棒的单还有0.6啊，之前的4手多已经变成0.6了，逐渐去把这个减下来。我们看的英镑啊，目前关键关卡价位，一会儿可能会出现一些变盘的现象。这是英镑啊，澳币。重新测试底部啊，我觉得在这些图形当中，澳币的这个图形涨涨涨涨涨，阴线下来，现在又有破位，可能会再去跑一下，再跑一下这个0.3的这个0.73的这个位置啊，可能会再跑一下0.73的这个位置，局部日内交易是空头的。美元对日币，冲到113的位置上了，开始，冲到了113的这个位置上啊，美元对日币的冲到113的这个位置，跑上来，然后再往下，它是先破位的，我们之前有留着也可以，去掉也可以啊，就是假设它跑到112之下啊，就是那当然现在的好像这个行情，走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了啊。美元对瑞士法郎又重新跑了上来啊，美瑞又跑了上来。美元对加币，这是美元在走强啊。
好泡泡之后了，又往上走一个，美元兑加币还在往上走啊。我中间美元兑加币上涨的原因，我觉得有几个了，其中一个就是美元兑加币上涨的原因就是，第一个美元强嘛，第二个就是，原油弱也是它的一个原因啊，原油弱也是它的一个原因。美元兑人民币今天再次创出新高啊，这个图形啊，美元兑人民币再次创出，再次去创出这个新高的这个图形啊，当然我们前期也说过一些关于美元对人民币上涨的一些原因啊、理由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状况哦。原油现在继续下破啊，继续往下跑，原油现在67.55啊，啪啪两根大阴线啊，其实做单最理想的状况就这样啊。一入场就啪一根大阴线下来，一入场啪一根大阴线下来，这是最理想的状况。看看它能不能再跑一跑啊，跑到63左右的位置，应该在原油的单应该是比较应该还是比较应该我觉得大家原油的单应该还在吧，应该至少应该。应该还在啊，原油的单可能还在啊，所以这是原油的图形啊，原油的下跌带动了美加的上涨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美加的这个涨势啊，可以说是几种图形当中，也是一个明星货币啊，我们现在看到有同学说。减仓之后再也没机会补了啊！减仓之后再也没机会补了。我推荐大家一本书啊，我推荐大家一本书，就是给 Daybreak 同学推荐你那本书，大家也可以看。股票做手回忆录啊，股票做回忆录啊。你们经常，我经常会跟大家说，你们经常去多读书啊，哪怕这本书，比如说三四十、四五十买了以后，它有那么一两句话能够点醒你。啊，能够带着你去，去能够有所收获就值得。但那本书上有个很重要的话啊，就是那个利弗莫尔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这些交易当中不要去频繁的去进出，趋势行情当中最害怕的是你失去你的头寸啊，是失去你的头寸啊，头寸就是你本来买了，然后。买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买完了以后呢，然后获利出场了，出场了一看，它啪啪啪啪下来了。你们想想，你们在交易当中有没有这种状况？我一买，它啪一下下来了，然后我就平仓了。平的那瞬间是非常高兴的，平完之后，啪又一根线形下来，我靠，马上转眼间。原来的高兴的心情就变成失落的感觉了，所以这是中间啊，相对要长一些。我给大家说，我错过一单，也是相当后悔的，有意思一单啊，也算是后悔。那之前啊，这是中间我也一直跟大家说，之前做欧元的单啊，做欧元的单，就是在这儿啊。高位做欧元的单，这是欧洲开始量化宽松，开始做啊，开始做，从1.4开始做到1.3，啊，这个单做到1.3，做了个千点行情，做到千点行情，然后当时我还想说，哦，这个行情到这儿是不是挺不错了？然后这个千点行情已经做，当时做到1.3，就从1.4做到1.3，做了千点行情，做了千点行情，获利1000点就了结了。可是你看那年的这个行情，不不不，一直走到1.0，
行情是4000年行情，只刷了其中的1/4的行情。那在这一年当中，其实你几乎不用做其他动作，你就做一个动作，欧洲在量化宽松，行情在一直的在往下走。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请各位同学你们记住啊，我请你们记住，如果欧洲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很快啊，也是今年的事情。如果欧洲退出量化宽松，开始走这个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就会运行开始，一个行情就会运行开始，欧元就会走出非常大幅的一波上涨行情，它一定会走上涨行情的，就它开始退出量化宽松，可能走的不是这么单边啊，可能不是这么单边，但它一定会走上去的，所以在一些中长线的持仓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它啊，基本面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在做交易时候更加从容了啊，就是会做更长的单，会更加从容的去做单。会更加从容的做单，不一定哪天我们上边的0.01就还会跑到下边来。留下底单啊，下次再做的时候留下你们的底单，不要把这个仓位平的一点也没有了啊。好，来看一下其他的行情啊，纽币重新又测试这个低点，来看一下纽瑞了，纽瑞是我们持仓的一个一直持仓的一个单，今天又补了一些纽瑞的单啊。今天又补了一些纽瑞的单啊，逢低去补单啊，守到了周线图的低点上啊，守到周线图低点上。如果今天有同学没有纽瑞的单的时候，我觉得啊，你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再去补一些单了。你们补单的位置可能比我还好。昨天纽瑞走出大阳线，今天回调下来之后，纽瑞去补一些单啊。就是特别是那些，特别是那些仓位又变小了这些，那些投资人啊，可能会，可能需要是更加，积极的把这个单补起来，就是没有底单的。我想我们在每天听课的同学应该都或多或少会有了这个单啊。好，这是我们看到它啊，这是纽币对瑞士法郎，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图形的，就这波行情拉上来啊，就这样拉上来，拉上来之后，第一次0.618，类似双底，结构上是不错的啊，结构上不错，稳健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图形啊，走到这儿就撑在周数轴线上，撑在周数轴线、周成本线上。你如果稳健一些的话，你做破位多也可以啊。破位多，多的位置在75啊，就是这个行情再往上涨10点，走到75，走出一个反转格局的时候，走到这儿，走到6775的时候做多。那然后或者再稳健一些，走到6785的时候再做多，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两个位置。所以今天纽币对瑞士法郎的这个，这个单实际上是特别特别的值得，值得关注的啊。纽瑞的这个单呢，也是个好单啊，也是个好单。欧元对英镑啊，不许多讲了。澳币对，好，这个。欧元对澳币啊，昨天在这儿获利止盈了啊，昨天在这边获利止盈了，止盈了以后又跑下来，所以欧澳的这个单啊，欧澳的这个单，我们设定这个获利止盈位置
也是特别理想。早盘的时候，然后在这儿，就是昨天晚间的时候走到这儿啊，走到这儿止盈了，止盈就离场了。所以欧元对澳币啊，这个单啊，现在只有一张单了，只有一张单了。昨天在这边的加码单，然后去把它这个减的平掉了啊，把这个单平掉了，在震荡走顶部区域，这些单这些位置啊，图形可能会走出一些，也是有可能会走出一些反转的这个结构啊。特别是如果，哎，比如说破位下去，然后或者顶部走出反转行情的时候，都是一些交易的机会，它也是不错的。啊，有人说看看澳日啊，我们来一起来看看澳日啊。澳币对日币局部上走了一个回调行情啊，澳币在往下走，美元对日币也回调，我自己还会持着这个仓啊，其实点到止损为止了，点到止损甚至可以反做呢。这个单如果澳日点止损，甚至可以反做啊，就假设我们点到止损，我们就这个顶部就出现了。我个人觉得澳日这个单还算可以了，而且这个单还算可以了，就是这种涨势的图形啊，底部区域破上来以后还是。当然，就是说它再震荡一次啊，就是上去回来，上去回来，上去回来，上去再回来，再震荡去走这个底也有可能，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中间看了啊，就是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对日币啊，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暂时还继续去多上啊，继续去保持这个交易的仓位在这里边。这些图形都是普通的一些图形啊，检索一下啊，这个还不错啊，这个欧纽还可以啊，欧纽这是一个空结构的图形，而且走出了一个反转，追一单也可以啊，追一单欧纽中间上面大概45点啊，冲上去回来，先摆下去啊，先摆进去。不需要这么远的止损，这些图形都是不错的。守到止损，守到这个位置上啊。下方的获利止盈可以分两单啊，下方的获利止盈可以分两单，第一单阴线低点，第二单破位位置啊。第一单阴线低点，第二单破位位置。阴线低点的时候跑了大概有40多点啊，阴线低点40多点，所以这个单今天如果做的话，做两步动作，第一步动作，止损可以远一点啊，我就不调下边止损，你可以在这去平判啊。今天我刚才已经入场了，两手多的已经入场，同学做的时候可以去做，你自己做的话，你可以分两单入场，不要一单入场啊。你并没有去那个什么去盯盘啊。如果盯盘的话，其实在半程的时候要去做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啊，半程要做减仓。我把它也发到我们群里面，这是刚刚看到一个。这是需要做这个半程减仓的这个动作啊。这波单，这个单我，图形上还可以了啊，图形上还可以啊。顶部，这个单实际上。欧纽的这个单啊，真的还是不错的一个单啊，就是走到扩散走势，如果真的走开了，这波行情可是不小的一波行情。
他们还有五六百点的图形嘛。欧纽的这个单啊，如果走开了以后就是一波比较大的行情。大家注意一下你们各自的这个盘当中啊，有没有欧纽币的多单，欧纽的这个交易，欧纽也可以的这个单，做上一手的4L 空单的都是可以的啊，中间手上这30点止损，等着它冲下来，等着它冲下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等着它冲下来啊。磅澳已经往下走了，已经在往下走。我一直觉得这些，而且磅澳走的可能比它还更好，它已经反转了。磅澳已经看到这个顶部结构了，已经看到顶部结构，刚刚破位啊，磅澳。破了有多少呢？我们看到这个行情破下来，有大概30点左右的，做进去。啊，当然我做的就不那么多了。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守一个100点的止盈止损。当然这些图形在中间要去做一个调整啊，要去中间要去做一个调整。我这个单就不去在我们的群当中去喊这个单了，因为这个单刚刚开始运行，更不去喊特别的多的单。但是我觉得这几个单啊，就是欧系的这两个单和欧系和澳系的这两组单啊，其实是可能会走出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行情。有刚才有同学问到说，止盈止损放在哪？止损放在日 K 线高点上，暂时先把止损放在了守一天的这个图形的位置，1.7237的位置，那只在了1.37的位置啊，高位去空它，就是守在今天日 K 线的高点上，守在今天日 K 线的高点上，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形啊，我觉得这两个线型走的还算不错了啊。欧系走的还是很弱的，那就相当于我们刚才把英镑减仓了，然后把英镑的减仓，把镑美的这个单转化到了镑纽上边啊，就是因为直盘货币在这边可能会遇到支撑，啊，直盘可能会遇到支撑啊，今天是关键关卡价位，澳币对还是在往下走的，并且有 sell stop。有多少同学有澳纽的？澳纽的单有没有的？可能不太多了，澳纽的单可能不太多。澳纽的单，啊，棒日也是比较强的。明天记住啊，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棒日也破位了，棒日也是明星货币了，这个图形上，其实这些图形啊，今天走的刚刚破位，所以在这儿啊，棒日也冲下来了啊，这是见顶啊，所以今天如果棒日再做的话，现在是18啊，返回上来往上弹上这么3、50点，这个交易的机会就又出来了啊。我们看到菲欧同学有澳纽的空单啊，把这个回答问题可以回答到我们的群里边去啊。啊，今天我觉得交易机会是比较多的。厦门的 work for trading 啊，wait for trading 啊，这个同学也是有这个单啊。厦门，好地方啊，好地方。去年去了一次厦门去做活动，今年也是去。
在那边转机也是走过两三次了啊，美景的地方啊，也是印象深刻的地方。厦门，这个单我们就不去追单了啊，注意这个单我们不去追单了，把它做成limit 单吧，Z 模板的 limit 单，看找一下位置。明天的时候啊，因为今天是第一波破位啊，今天第一波破位回到高点啊，今天如果能够在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啊？看看吧。做上几个位置啊？第一个位置是4760啊，4760的位置，一个是4800的位置啊，4800。我觉得不一定能够冲上来啊，止盈止损它就是，当然我是初始先设置一个位置啊，初始先设置一个位置之后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把它就比如60点这个止损的位置，先假设设在这儿啊，行情在动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止损呢？有啊，动的时候再去动它，一个摆在这儿。另外一个再摆一个啊，入场两单啊，我不知道这个行情能不能回到这个回到这个位置。这个还有一个走到个588的位置吧，1.01啊，在中间的时候，直到还是和刚才一样啊。这个止损就有点远啊，大概100点止损啊，100点止损。啊，做这么两单啊，做这么两单，看看它能不能弹上来，给出一个点位出来啊，看看它能不能给出一个点位出来。这个图形啊也很有意思啊。今天磅在往下走啊，磅如果破位了，美元对日币现在也不强了。注意，美元对日币也不强，也在走。所以它如果走一个弹起来的行情的时候，就会走出一大波行情。这几个机会其实还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交易的机会啊，看看它怎么动了。那今天的交易单也比较多，大家。大家看一下，特别是今天的交易机会在直盘当中没有特别多的直盘的交易机会，都是在交叉盘当中啊。今天还有比特币啊大幅的上涨，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涨势啊，比特币的涨幅也是十分的惊人啊，啪一波上去从6000，然后越过啊，就上来了啊。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之后我们可能会对这些数字货币也会去说一下。有同学问到欧日的空单，我应该没有欧日的空单了啊，我没有欧日的空单了，欧日空单离场，之前在这中间守它的这个反转没守住啊，是它跑上去，暂时我觉得欧日现在没有。暂时我觉得欧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交易机会，也不是关卡价位，也不是什么。现在欧日在这边有200点的整数，200节的这个 SMA 200在这儿啊，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阻挡，行情不太明确。还有我们看到 Daybreak 说，本来想高抛低吸秀一把操作啊，拿着单不动才是最强的秀操作啊。不动如山了，那叫做什么？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月制啊？什么月制？表示就像山一样不动，忘了啊。不动才是最厉害的啊。
好，那留出一些时间给大家来提提问题啊。那好，给出一些时间大家来提提问题。周末的会有初级班的这个课程啊，那我会在悉尼办公室里面上啊，所以我们悉尼的同学，我非常建议大家到现场来参加啊，到现场来参加这个课程啊。远程同学那是没办法，当然没办法了。现场同学，我要求大家必须到现场来参加课程啊，真的去把它扎扎实实的去学一些东西。哦，对，还是记者厉害厉害，月至渊亭啊，月至渊亭啊，是，Daybreak 同学是个大记者啊，大记者，所以文字还是比较厉害，可以的，可以的。纽瑞的止损，我觉得稍放的远一些啊，或者你纽瑞这个行情，你就随便把它摆一个比较远的行情啊。我们每天你大约一天看一次就可以啊，你不要把纽瑞的这个单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把它离得远一些，因为纽瑞是一个长线单。纽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线的单啊，在底部区域可能持仓比较长，可能3个月、半年左右时间。相对一个月的目前正是低位，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交易的机会就出现了。如果没仓位的话，今天是需要去补一些仓位啊。有仓位的同学，我想可能好多同学已经有了仓位啊，已经在获利当中，那就继续持仓就可以了。好，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呢？好，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暗号是，机会众多，积极把握啊！交叉盘当中有机会啊，交叉盘当中有机会，机会众多，积极把握。所以今天我们做的喊的单也比较多啊，中间去控制一下自己的仓位，特别是不要弄得太多了啊。控制一下，机会众多，积极把握。明天的时候，英镑对日币也是好行情啊，英镑对日币也是好行情。好，有问题同学在我们的群当中可以提问啊，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带盘就和大家讲解到，再去看看。黄金该如何做啊？黄金出现关键的位置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